正如诸葛亮大人所料，果然来到这里了。休想继续前进！我就是军神关羽的小弟周仓，和老大在一起，我的力量平时的三倍。好，我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敌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可恶，我到底是有多没用啊！回去之后无颜面对老大呀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，来得漂亮。应打击敌人的痛处，目标是那里，上啊。很好，就是这样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。你的武勇一如既往的出色，我的计策也没有机会发挥了。太大意了，曹操大人对我的恩情消磨了我的利刃。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这里全是从前线逃回来的伤病员，要是能找到药，就能救下他们了。对了，那一带应该有药，但现在那里敌军遍布。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你们在企图什么都无所谓，反正都会被我们击倒。这是什么？虽然不大清楚，但还是先拿走吧。干什么？什么？你想要这个？那就给你吧。
怪的东西，还是先尝上去吧。这个给您，请饶小的一命。这事我们真的可以收下吗？喂，大家快来，我们有救了。这里的伤病员已经全部撤退，阁下才是真正的三无双。现在，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嗯，干得漂亮！我就知道敌人会选择乘船逃走，守在这里真是守对了。看来我的计策已被看穿了，必须夺取船只，让友军逃走。真是才能出众啊，真高兴能与你共赴战场。Thank you.
束。进来做你的对手，来，堂堂正正决一胜负。看我这个！我竟然在最后一刻失手了，不过这并不足以改变整个战局，就让这场小小的胜利成为逆转劣势的踏板吧。你这已经被我击败，笑颜以对吧。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这里就由我来接收了。
我们的人全都走散了。就算只找到了一位友军，也……好了，出发吧！我们去夺取敌军的要塞。这是个不小的收获呀！一定要将他生擒带回。真是没有礼貌，除了夫君，任何人都休想跟我分毫。多谢你帮助了我，这样我就可以与大家会合了。你马上就能打赢曹操军了，却在这种时候被击败，真是不自遇。这可真是有如神助啊！承蒙相救，我总算捡回一条命。可恶，这种时候跑来碍事，我们撤。我还以为死定了。谢谢。应该早就逃到了这边呀。曹操军的士兵到底躲到哪里去了？都怪我们多事，快撤，快撤！谢谢裴救你，谢谢，我会在站门处等您的。居然还有这么能打的人，快点撤退。太好了，这下得救了，那我先去大门那里等着了。击溃敌人吧，任何人都休想阻我们的前路。我要把碍眼的地方全都铲平，都精神点，跟我来。这就是，谢谢你帮忙救。接下来我们要去控制撤退地点。现在，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好厉害呀，感觉不错哦。对周围的警惕，一旦出现可疑动向，就立刻通知灵童。好，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来了，立刻通知灵童，敌军已至。说得好，这种表现我会记住的。
如结束吧。好，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好厉害，感觉不错哦。老夫真是太失策了，居然没能找机会通知灵童。现在，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嗯，干得漂亮！啊！啊！跑来跑去也累了呀，咱们就努力在这里防守吧。怎么会从那边冒出来？我可没听说呀。这下糟糕了，这就是所谓的狗急跳墙吧。报告，我军已经击破别处大门的守将。已经看到打开僵局的路线了吗？让我等团结一心，击溃敌军吧。已经被我击败，做得好，你的表现我会记住的。周瑜大人在赤壁的计策完美无缺，不管这里失手。来吧，我于子明当你的对手。还是差得太远了，要效仿周瑜大人，奋笔兼修，勤学苦练。一将已经被我击败，好厉害，感觉不错哦。现在才来夺取这里，晚了晚了，太迟了。反正敌人都会围住我的，就在此布阵等候。竟然因为等待时间太长而大意失手，真丢人呐！敌将已经被我击败。干得漂亮！
我的任务就是将这道门守护到底，想过去就要付出代价，这才是道理。却有一日之差，没能颠覆他们的优势，是我失策了。报告，我们已经突破包围，找到了撤退地点，总算脱离了险境。只要能活下来，就有望东山再起。报告，我们找到了曹操大人的位置，他应该正在赶向撤退地点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。父亲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？经理如此溃败，应该笑不出来才是啊。非也子桓，其实正好相反呢。如此惨败的经历，可不是寻常能够遇得到的。上一次还是行刺董卓失败呢，对吧，夏侯惇？那时的规模和这次完全不一样吧？或许是吧，但是也有一样的地方，那便是纵使失败，我孟德，我的道路还没有走到头，我要倾尽平生之力成就霸业。
大败之后还能这样豪言壮语呀、啊？你可真是不思悔改呀、啊！我们与主公同心同德，只要主公选择前进，我们也会一起前进。不过，仅凭气势根本无法成事，首先必须尽快恢复国力，重整战斗力。子桓所言极是，诸位，请各展所长，尽快重整态势。孙权与刘备的联合军赢得了赤壁之战。尽管天下已近在咫尺，但是曹操只能放弃南进，退回许昌，不得不重整旗鼓。现在正是瓦解曹操独霸局面的大好机会。孙权为了从江东扩张领土，开始了行动。同时，刘备的军师诸葛亮也没有放过这个机会。为了使刘备成为一国之主，诸葛亮悄然开始了行动。曹操，你迄今为止的功绩已经远超出臣子所为，因此为称颂你的功劳，赐予你魏公的封号。以徐州、青州等十州为魏国，由你治理。是，臣领旨拜命。曹操，接下来你还有何心愿？臣所愿者在于终结乱世，仅此而已。恭喜主公就任魏公。今后我等要进一步放手充实国力，一定要补回赤壁大败的空缺。主公，其实无法让您改变主意，我也要说，我不赞同您这一次的决断。如果让世人认为主公觊觎皇位，终有一日定将再次引发争端。荀彧，你今后便致力于处理许昌的政务吧。这我这边就不用你再献计献策了，你的才干。就任魏公，成为魏王，登上皇位，这是终结乱世的最快的途径。但是这只是从国家的角度讲，就人心而言，文若大人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。主公的影响力已经超过陛下，任何人都认为就任魏公是理所当然之事，掳掠之人定会遭到他人掳掠。其实主公健在之时不会如此，将来也定会出现在后人身上。你我虽然同出一门，也没有必要意见一致。我赞同主公所选择的道路，但如果文若大人认为危险，就应该出言相见。主公会听我说吗？对于主公而言，就算被称作王佐之才，无法传达谏言就毫无意义了。
我不小心看到了张春华大人专心致志地切着什么东西，我当场吓得动弹不得，然后就飘出了热腾腾的蒸汽。曹操大人暂时要放弃。哼，听说在赤壁我居然听我讲讲曹操大人的事情吧。据说赤壁之战的大败，不过这些都只是传闻，毕竟曹操大人的生命力无比顽强，他现在一定正在谋划着东山再起。曹操大人居然也会隐瞒。您要吃点什么呢？欢迎您再次光临。您要吃点什么呢？欢迎您再次光临。据说是关羽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感谢惠顾。Thank you.
扰一下。像你这么可爱的孩子，真是难得一见呢。我说，可以让我摸一下吗？只是这么看着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像你这么可爱的孩子，真是难得一见呢。我说，可以让我摸一下吗？周云从江陵进攻而来，他气势汹汹，防御部队遭到了强势压制。哎呀，真是不得了，曹操大人好不容易就任为魏公，这下都没心情庆祝了。可恶的孙权，难道想将我们赶回中原？乌林已失，不能再失去江陵了，必须尽快前去救援。孙权的目的难道真的是将我们赶回去吗？赤壁一战后，他们应该想要乘胜追击，但是此次进军的初期动向却略显缓慢。荀攸大人的担心不无道理，与孙权结盟的刘备、凉州军阀马腾、周瑜肯定一直在暗中活动吧。凉州的军阀吗？马腾曾参与暗杀孟德一事，应该是想趁着孟德就任魏公之际，不能削弱许昌的防守，那么就无法派出大量人马。就可恶，军队尚在重整旗鼓。总之，就让我等先行一步，前去江陵增援吧。恕我冒昧，请让我也出一份力吧。可以吗？你应该奉命留在许昌吧。无妨，主公应该不会再派我出征了，但是为了结束乱世，必须先解决当前的问题。既然有应尽之事，我就必须行动起来。那好，你就随我们同去吧，记得想好对孟德的说辞。不过这一点应该用不着我担心。夏侯惇大人，非常感谢。荀攸，我方人马似乎被敌人压制住了呀。孙吴的军队已经渡过长江，登上了陆地，我方的战线已经全面溃散。我们担心与孙吴联手的刘备军正在进攻巴蜀，但是在荆州也保留了兵力，十有八九会向孙吴派出援军。
可恶，又是刘备，果然应该早早的消灭他。即使击退孙吴，大伤元气后也无法抵御，应该放弃此地，下令撤退吧。正是，以当前能调用的兵力来看，我方毫无胜算。为了将受害控制在最小，应立即撤退。不，现在应该击退孙吴，如此一来就是我方的胜利了。你可是有什么计划？那好，就依荀彧所言吧。非常感谢。首先就去救援孤立无援的我方军队吧，填补好战线的空缺后，再一鼓作气发起攻势。关键就在于刘备军到达之前，尽可能削弱敌方的力量吧。这次是周瑜负责指挥吴军在赤壁布阵，只要击败他就能逼退敌人吧。策略吧，有了战略才有战术，就让我来打开局面吧。这里的防守不能松懈，我们来牢牢守住此地吧。是援军吗？太感谢了，也尽快通知跃进大人吧。有劳您远道而来，实在抱歉，请问到底所为何事？原来是守城的援军，太好了，这样我也可以上战场争得头阵了。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从襄阳往西走，就能到达天府之国益州。不，即使闭上双眼，噩梦也不会消失。襄阳在刘表大人的治理下十分繁荣，这里注重学问，贤者辈出。虽未攻下，
战吧，又是不起眼的任务，尽量在战斗时引人注目一些吧。防守似乎有些薄弱，大家还没忘记，由我来守卫吧。阁下的表现实在太出色了，值得我效仿。目标已经确定了，接下来只需突击。笑颜，你对吧？吃一惊，没想到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战果。战斗起来真是英勇无比啊，这里防守似乎比较薄弱，大家还没忘记，就由我来守卫吧。你真是才能出众啊，真高兴能与你共赴战场。笑颜，你对吧？在心悦诚服，这便是无意的精髓。目标已经定好了，那么开始进军吧。笑容结束。笑颜，你对吧？阁下的表现实在太出色了，值得我效仿。战斗起来真是英勇无比啊。笑容结束。目标已经定好了，那么开始进军吧。
才能出众啊。真高兴能与你共赴战场。干什么？我失了天了。笑颜，你对吧？大吃一惊，没想到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战果。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
才是真正的三国无双啊！我佩服你们坚韧不屈的斗志，但是荆州是孙吴的土地，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做你的对手，你真是才能出众啊，真高兴能与你共赴战场。惭愧无地，敌将已经被我击败，我是燕峰，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
感谢惠顾。抱歉，夷陵是孙吴的地盘，请乖乖离开吧。吴军将领决定固守城池，如果打不开城门，一切都无从谈起。固守城池也太无聊，就不能想办法溜出去战斗吗？必行不出是吕蒙大人的命令，你可不要乱来啊。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击溃敌人吧，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。底下心悦诚服，这便是如意的精髓。此地的攻防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击溃敌人吧，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。Thank you.
笑言以对吧。冲啊！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
现实在太出色了，值得我效仿。我是叶飞。将你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一起防守。少爷，你对吧？大吃一惊，没想到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战果。击溃敌人吗？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。现在，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我来接收了。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
天下，荆州之地不可或缺的，绝不能就此退却。我是燕飞，陆毅，老夫会跟在你身旁，就把你的热情全部倾注到这次的战斗之中吧。应打击敌人的痛处。那里，升啊！看来，你就是真正的三国无双啊！你的对手，虽然防守不大适合我，但是既然要做，绝不能让任何人通过。干什么？真是开了眼界，这下能激发出新的创意来了。
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干什么？子敬来做你的对手，来，堂堂正正决一胜负。此地的东方会左右战局，就入我门，不曾防守。
真是开了眼界，这下能激发出新的创意来了。好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笑颜，你对吧？我是认真的。这下能激发出新的创意来了。我们下次再分胜负吧，再会了，兄弟。大将已经被我击败。Yeah.
头，这便是咪的精髓。我是眼中钉。我真是开了眼界，这下能激发出新的创意来了。不打了，这样谁受得了啊？一将已经被我击败。好，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这下能激发出新的创意来了。看来你就是真正的三国无双啊！主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我是眼中钉。笑颜，你对吧？心悦诚服，这便是你的精髓。笑容结束。
实在撑不住了，终于，请原谅老夫的无能吧。我是叶枫。少爷，你对吧？我真是开了眼界，这下能激发出新的创意来了。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这便是无意的精髓。我是叶枫。大受挫折，此时必须重新考虑对策，撤退。总算是击退了敌人，荀彧，接下来该如何是好？接下来，只要等待就好，等待来自西方的报告。孙吴的军队已被赶回至长江对岸，但是补充兵力后就会立刻卷土重来吧。刚刚接到了斥候的报告，发现了由西面过来的一支军队，率领军队的应该是关羽。可恶的关羽竟会在此刻出现。我方已是损兵折将，难以继续战斗，是否应尽快在城内摆出防御阵势，请求援军。不，闭门守城无法改变现状吧。如果想守住江陵，今后就必须一直抵御刘备与孙权的夹击。如今西面也出现了敌人，我们根本做不到。那该如何是好？总不能就这样把江陵拱手相让吧。不，就让关羽夺去江陵吧。如此一来，刘备与孙权的同盟或许会产生嫌隙。什么？真的有这种可能？你说的太跳跃了。赤壁之战后，刘备的军师诸葛亮一直希望刘备能与孙权立于同等的地位。如此一来，对于荆州这个涉足中原的踏脚石，应该是势在必得。很难想象诸葛亮会把江陵让给孙权。能够利用当前的情况打破孙刘同盟，不愧是文若大人了。好，那就采用荀彧的计策，退兵至襄阳和新野吧。如果让刘备与孙权继续保持同盟，就会严重威胁曹操大人的前路。但是此计能够避免这一问题的发生，我也完成了要做的事情。好了，就返回许昌吧。
我还有另一件应尽之事需要完成。居然要将大家辛苦坚守住的土地拱手相让，虽然是为了策略，但是感觉有些不甘心。文烈，你这么想是很自然的，但正因为如此，孙权他们才不会怀疑我军是刻意的。荀彧的这条计策或许会为今后埋下伏笔。刚刚似乎有什么声音。主公，请您退后。好，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冲啊！我们去占领那个地方。战斗的精髓就是占领要地，我们却把敌人的据点收为己有。笑颜，你对吧？曹操，吴篡夺皇位的国贼，绝不会让你继续胡作非为，受死吧！你是凉州的马腾，没想到你竟会在许昌发难。对不起，父亲，我要击倒魏相。向我的正义之刃吧！冲啊！我们去占领那个地方。冲啊！我们去占领那个地方。记住的，好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
变身。这下糟了，我们失手了，现在还是保命要紧。凭我们实在无法拆下曹操，但即便如此，也会坚持到最后一刻。已经被我击败，相信你对吧？就是这样，冲啊！去占领那个地方。笑颜，你对吧？好有你等在此守护，辛苦了。可恶，有一个人逃跑了，我这就去追。不要追了，马腾暗杀我失手的事很快就会传出去，凉州的军阀恐怕很快就会袭来。马腾之子是那个以武艺闻名的锦马超，必须立刻调遣军队赶往洛阳。是，遵命。
认真。笑颜，你对吧？你对吧？
少爷，你对吧？